鬼子在观察敌情时突然想到，可以利用战士的尸体作为诱饵，以此来猎杀更多的春江好队员。就当他隐藏好身形之时，不远处的草丛就窜出一个人影。来人正是春江好的狙击手哑巴。在一番简单观察后，哑巴便小心翼翼地跑了上去。殊不知一切都被鬼子看在眼里。鬼子为了引出更多的队员，并没有击中哑巴的要害部位，可鬼子怎么都不会想到，此人竟是个不会说话的哑巴。 眼看对方迟迟没有声响，气愤的鬼子便朝哑巴扑了一枪，而藏在暗处的马三炮也迅速锁定了鬼子的位置。由于鬼子把注意力都放在哑巴身上，于是他便询问助手枪声的位置。可问了大半天都没得到回应。等上前检查，才发现助手早被一枪毙命，没有了气息。气急败坏的鬼子四处搜索目标，可当他刚发现对手的位置时，下一秒就被子弹击穿了头颅。本想钓鱼的两头鬼子。 如今却把命给搭了进去，而马三炮为了保险起见，于是便一路爬到了哑巴跟前。见周围暂时没有出现异常，马三炮才立马将哑巴带到掩体处，再将队友的尸体也安置好后，马三炮便小心翼翼地观察四周，看着被鬼子一枪毙命的队友，马三炮的内心久久不能平复。他势必要杀更多的鬼子给队友报仇。随着时间一点点的过去，埋伏在四周的鬼子也慢慢摸了骨。 当看见队友纹丝不动的躺在地上时，鬼子瞬间意识到了不对劲，抱着侥幸心理的他爬过去查看，结果竟发现全部被一枪爆头。为了找出狙击手掩藏的位置，鬼子便掏出怀里的镜子，随后套在刀尖上用来观察。而这一幕也被不远处的马三炮看在眼里，但他却并没有着急开枪，因为一旦暴露位置，肯定是死路一条。而没有发现异常的鬼子。 便用刀缓缓举起军帽，结果刚露出掩体就被一枪打落。于是鬼子便顺着枪声进行瞄准，而意识到不对劲的马三炮则聚精会神地搜寻目标。就在鬼子发现目标的那一刻，马三炮也锁定了他的位置。随着两声枪响过后，鬼子直接领了盒饭。而看到这一幕的队友便不顾危险，迅速爬到他的跟前进行检查。虽然没有了气息，但他还是想要将尸体拉回去。可就在往回走的时候，背包带却不小心卡在了石头上。 队友本想用刀割断带子，结果却被一枪打中胸膛。原来是龙千岩及时赶了过来，而马三炮则在刚才的对枪中不幸被子弹击中身体。虽然暂时没有生命危险，但如果再这样耗下去，就是死路一条。于是龙千岩便决定速战速决。